这是昨天买的榴莲，昨天买了俩，直播吃了一个。看看这个大的，这个是130，能出几方肉啊？咱能出多少肉？这段时间这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榴莲。一块大肉，这一块小的，这个是，哇，肉好胖啊，好肥呀、啊。肥肥呀、啊，三房了啊！哎，我觉得这应该还有一房吧，这么鼓。一会儿再开这个。哇，我好胖啊！哇，老大了，四房。这个怎么给它弄开呢？这又是一方大的，大有大的好处啊！一共是五方肉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就一方小的，就一方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。你们看值不值？这个是130的榴莲，尝尝怎么样啊？嗯，好吃，糯叽叽。这个老那么大了，然后大脸盘子了。嗯，今天赶集。我寻思再去买一个，总卖我榴莲那个小哥没在，别人卖都没敢买。这小块，不太熟，这个大的。